覺得應該嘅，因為咧動物園可以俾我哋睇到我哋未見過嘅動物。多數都是養大啲 B B 先去放生，同埋要睇下佢哋嘅能力係點咯。驚有啲人會傷害動物，可以一個動物園可以俾佢哋有啲安全感。要存在。咁譬如你幼稚園嗰啲，你想帶佢見更多動物，咁你冇可能叫佢帶到森林。因為你係只係睇住幅相啫嘛。嗰幅相又冇生命氣息，你由細到大咧乜都未見過，即係望住幅相話，哦原來係咁嘅樣，你都唔知係咪真係咁嘅樣。網上嘅嘢始終都唔會係100%正確或者準確。